有五只老鹰飞，它们要找鱼吃，然后那个三只宝宝它们要玩。有一只宝宝说，念念念念，你不可以抓我。然后它的妈妈说，你们不可以飞太高，因为有老虎要吃你们。然后那个老虎跑，然后老虎说，这个好吃啊。然后这个爸爸说，不要吃我的宝宝。然后他的宝宝说，我妈妈我怕。然后他的妈妈说，走开走开，老虎。然后老虎怕了，然后老虎走开。然后他们看一只鱼，然后他吃，然后他们要飞回家了。